这是我的一块心病，只要一想起来我心里就疼。是我主动离开子怡的，我这个人没本事，我配不上他。我不想再让他跟我受苦，可是没想到他还是受苦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不是你要见我吗？没有啊，是月儿姐打电话约我出来，说有要紧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我也明白了，别站着，都坐吧。我没事儿，真的。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。我知道，他对安琪一直很好。安琪的话，他也许会听的。丽君啊，送我回家看看吧，我的花恐怕都要干死了，好吗？你不加糖吗？这么喝多苦啊。喝咖啡喝的是一种心情。是啊，你们两个的心情差得太远了，一个要走，一个要结婚。你要结婚？对，今天晚上。真不巧，我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。你还记得我们四个人一起去教堂吗？真是恍若隔世，是你对不起子怡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离开上海。你现在为什么？阿宽，让我和英奇单独谈谈好吗？子坤少爷，我们去哪里啊？哪也不去。先生，请不要坐在这儿，会影响别的客人。影响谁了？你把他叫出来。对不起。孔少爷，这是今天的报纸。这个字读什么呀？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谁都往这儿跑。